鸭血粉丝汤好吃不得了，来看一下好吃的表情。你们先尝一下，超好吃的，还热的呢。你看我们多贴心，你就可以大口吃，因为你这个完全是好味道的。好吃吗？好吃。It's very good。哇，你看团长直接把一碗带在后头了。Chris 喝了一大口汤，品尝两口了哈。只有瘦把他英语而已，真的。但是 ver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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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。OK，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吃了加糖的鸭血粉丝汤怎么样，一个一个来试试看。来，累累累先来。一定要吃啊。还是好吃哎。难道我的糖还加少吗？这么好吃吗？好，下一个、okay. 下一个，鹿晗、哦、小鹿吃，小鹿晗，鹿晗鹿晗鹿晗，鹿晗饿了哈，甜不甜？甜甜，好不好吃？还喝汤，好吃。秀敏。哇，秀敏的表情很高深莫测哎，你看不出来他到底是觉得怎么样？怎么样，秀敏？真不好吃。还有倩，倩，倩的表情好哀怨哦。哇，他还吃很大一口哎。OK 吗？OK 吗？好吃，好吃哦！哇，哎，你看鸭血粉丝汤力量有多大？加了这么多糖还是好吃哎！